云南哥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望志活来杀了几个人，诬陷他们是周尚书和铁面人，现在正悬尸城门外，又悬尸城门外。 王直到底要害死多少人，才肯罢休啊？还不止这样，朝中还有很多名大臣受牵连，全都被判刑了，秋后处决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尽快找出王直的罪证，方能救出几位大人。是，但去哪里找罪证？ 现在只有兵行险招，但需要你的帮忙。哎，你怎么才来？等这么久？哎，尝尝，这酒特别好，我跑了好多地方才买的。 你手这儿，车上装的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将军买的酒，说初一的时候请大家喝。啊，那这，哎，令牌呢？啊，我的令牌。啊，那他的令牌呢？啊，他是帮我运酒的。哎，来，我扶着。哎，令牌呢？啊，哎，这是我的令牌。啊，走吧。哎，谢谢马大哥啊，啊，进去吧。哎 王直这人残害忠良，中饱私囊，最近又枉杀数名无辜百姓，更诬陷他们与朝中大臣勾结。王直想借此一举铲除朝中异己，再这样下去，大明江山岌岌可危，百姓生灵涂炭呢。我只是深宫内的一名宫女，这种朝廷政事，我根本就不懂。春花，如果我们还有办法的话，是绝对不会把你牵扯进去的。 但几位大臣很快就要被他们处决了，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，让王直为所欲为。就算是这样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？袁大哥曾潜入西厂找他的罪证，可惜无功而返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在西厂之内进出无阻的人，所以我们想让你把他的账簿偷出来。 我那个小兄弟内急，已经私下无人证。哎，行了没有？快点啊！啊，行了。二位大哥，从这儿到茅厕确实有点远，人有三急嘛。有了二位大哥酒后。 哎，行，走吧。哎。
把城门那几具僵尸找到那边去埋了。是。还有，如果那些死者的家人敢出来闹事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夫人，奢华，找我吩咐去做。 在下告退。今天回来这么早。方尚仪见大家前阵子为皇子百日宴奏乐数次，所以今天让我们回来早点休息。啊，这样，我命人弄点点心，反正今天我也没事，一起聊聊天，吃点东西吧。长工，春华实在有点累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回屋休息一下。那好。 王直，最近又枉杀数名无辜百姓，更诬陷他们与朝中大臣是一伙的乱党。王直想借此一举铲除朝中异己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大明江山岌岌可危，百姓生灵涂炭呐！如果那些死者的家人敢出来闹事，格杀勿论。 担心春华，我托付他办的事情非常危险。杨勇，其实我也有愧于你，竟要你把心仪的女子拉进这险境中来。可是王直一天不出，那些忠良之士和黎民百姓就难有安宁。唯一能接近王直的人。 就只有春华了。
今天你就不用去月宫局了，我已经命人带你向殷思月告了假。为什么？换上他。这个。换上他你就知道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小太监。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走吧。来呀，请。这衣服真的很合身，而且很漂亮。长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邵春华生于八月初五，上公局的登记簿是这么写的。我知道这不是你真正的生辰，但是庆祝一下又何妨？谢谢长公。到了市集上可千万别这么叫，不然所有人都会跑掉的。叫我汪大哥吧。是长公，是汪大哥。你真的带我去市集啊？是啊，你的生辰当然不能在别人中吃顿饭这么简单。你难得从宫里出来，我肯定会好好安排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让你开开心心的过一天。开心就好。这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辰，谢谢你。
过来了。我说过，我们是自己人，你也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对你好是应该的。我们喝酒。累了，睡着了。没事，累了躺一躺也好啊。对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还要更衣回宫呢。长工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。如果你喜欢，以后每年你的生辰，我都带你出宫玩一天。春华不敢有这样的奢求。对于其他的宫女来说是奢求，但是对于我汪直的亲人来说，这是应该的。已经到了，我们下车吧。
只有你能随意进出西厂，所以希望你把王直的账簿偷出来，这样就能找到他中饱私囊的证据。春华，换好衣服了没有啊？好了。少掌院，杨勇在老地方等你。老地方，春华，杨大哥，我求你，别再回到宫中来。我不想你被西厂的人抓走。春华，那天我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办不到。怎么会呢？你可以自由进出西厂和汪芝的住处，没有人会怀疑你的。可汪芝对我有恩，我不想加害于他。王之十恶不赦，春华，就因为他对你好，你就只大义于不顾。我知道，可这才是真正的我。他对我有恩情，我是不能忘的。难道你对他？杨大哥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对王之只有感激之情。春华，王之一日不出，天下的黎民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又怎能担保今天除了王之，朝廷就没有比他更可怕的人出现吗？就算我求你了，不要再跟他纠缠下去，不要赔上自己的性命。如果你有任何不测，我。回来了就好。二少爷早就回来了，我问他话他什么都不说，这连饭都不吃。钟伯，让我跟他说吧。哎，你们聊，我去把饭菜热热去。刚才在宫中你一转眼就不见了，还以为你出事了。对不起袁大哥，让你担心了。今天见到邵春华，他怎么说？他说
他帮不了我们。为什么？他说，虽然王直十恶不赦，但对他有恩，他下不了手。哎呀，这是妇人之仁。不过，这事也不能勉强他，你也不必自责。袁大哥，对不起，这次没能帮上你。不用急，汪直此人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总有一天他会有报应的。谢飞啊，今日天气甚好，你带皇儿到御园走走，这不论是对皇儿还是对你，都是大有益处的。谢皇上关心，臣妾也希望能有时间多和皇上、皇儿一道出来走走。张嬷嬷，让朕抱抱皇儿。是皇上。谢妃啊，你看咱们的皇儿啊，多健康活泼，朕数日不见他，感觉又变了一个模样。昨天他还牙牙学语呢，只希望他第一声叫的就是父皇。朕想听这声父皇已经多时了，皇儿，你可认得父皇？你认得吗？认得吗？皇上，小皇子聪明过人，依奴婢看，他一定认得皇上。你看，他正朝你们笑呢。真的？你看，他还看着朕笑呢。皇上和娴妃娘娘在那边，我们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本宫无需回避任何人。是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贵妃娘娘。贵妃来的正是时候，你看看皇儿，多日不见，她是不是长大了许多？是呀，娴妃真的好福气，小皇子长得如此可爱。贵妃见笑了，皇上，嗯，可否让臣妾抱一下小皇子啊？好啊，难得你喜欢，来。嗯。皇儿，贵妃也算是你的娘亲啊。啊？张嬷嬷，你忘了吗？哀家吩咐过你，除了哀家、皇上、娴妃和乳娘，任何人不得接近小皇子。还不快把小皇子抱过来！是。母后，贵妃也是朕的妻妾，皇儿虽然不是她亲生的，但也是她的孩子，让贵妃抱一下，又有何妨吗？母后只是觉得小皇子年幼，无力保护自己，哀家不想让他受到无谓的伤害。太后此言是觉得臣妾会加害小皇子了？哀家是就事论事，万贵妃要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，哀家也无话可说。皇上，母后，这又是何必呢？哀家这命令不只针对万贵妃，刘宸妃、百宸妃，甚至王皇后，没有哀家的允许，也不得接近小皇子。娴妃，还不回宫去？是，太后。哀家回宫了。恭送。恭送太后。爱妃啊，母后一直保存心切，对皇儿安危有些紧张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你切勿多心。太后如何对待臣妾，皇上应该是最清楚的。是臣妾不争气，如果臣妾的皇儿没有死的话，现在应该是两岁多了，
就算太后如何针对臣妾，皇上他日是否嫌弃臣妾，至少臣妾身边也还有个皇儿陪伴左右。如今皇儿不在，臣妾只是想抱一抱皇上其他子嗣，也都要遭到太后阻止。皇上将臣妾日后在宫中还有什么地位可言？爱妃，朕怎么会舍弃你？朕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，日后等皇儿长大，朕定要皇儿像对亲生母亲一样孝顺你。皇上放心，心中照顾，可怜本宫的皇儿，由出生到夭折，都从未被周太后哄过抱过。娘娘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怎由得本宫不想？本宫与皇上两情相悦，情深意重，本来应该是一对恩爱夫妻。可是周太后不喜欢本宫，从中作梗，要皇上广令嫔妃。令本宫无安宁之日。娘娘别难过，幸好皇上对娘娘仍有眷恋，娘娘在宫中的地位无人能及。那又如何？万一皇上比本宫先行，那本宫在宫中的地位如何立足啊？娘娘别想那么长远的事了，也许过不了多久娘娘便再度怀孕，为皇上生下皇子呢。那又如何？贤妃之子已得长子之力，娘娘审查要趁热喝才有益啊。娘娘你没事吧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回娘娘去敲点油灯的时候不小心把灯给打破了。这个贱婢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传他进来。是。传七巧。娘娘，奴婢一时不慎打破宫灯，望娘娘恕罪。一时不慎？你有太多的一时不慎了。来人拉他出去，打五十大板。是。娘娘恕罪，把他拉走。七巧下次会小心的。饶恕他出去。别想太多了，养伤要紧。这盒药膏去瘀止痛，待会儿你涂上，过不了几天你的伤就会好的。姑姑你替我想想办法，我不能在万贵妃宫中再待下去了。姑姑好了好了，等你养好伤再说啊。姑姑你求我也没用，只怪你自己当初打错了算盘，养好伤再说啊。姑姑姑姑怎么了，娘娘？你看贤妃现在多威风啊，那还用说？日后小皇子被立为太
太子的话，贤妃随时有可能被封为皇后，那她宫中人岂不也鸡犬升天？哎，羡慕不来的，快去做事吧。哇，真漂亮！娘娘，小皇子的衣服可真可爱，还有这条裤子也很可爱。娘娘，奴婢帮您裁布吧。启禀娘娘，林七巧求见。传。是。七巧参见贤妃娘娘。平身吧。谢娘娘。七巧，你现在贵为贵妃娘娘宫中的掌灯，何事跑到我以霞殿里来？贤妃娘娘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奴婢自知昔日愚昧，对娘娘做出不敬的行为，望娘娘恕罪。你差点害死本宫和皇儿，这只叫做不敬。娘娘，可否教退左右，让奴婢诚心诚意向您忏悔？本宫已经尝过你的厉害，还敢跟你单独相处一室吗？你有话就直说，没话就退下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七巧之错也真心悔改，请娘娘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七巧安插回以霞殿，随便做个什么闲职，奴婢也毫无怨言的。什么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要本宫把你召回以霞殿？望娘娘成全。你可真是异想天开呀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把当日整治本宫一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太后，是谁指使你那么干的话，本宫或许相信你是真心悔改，否则你就休想再进我以霞殿。娘娘，以前的事请你原谅七巧。条件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做不做你自己决定。如果你能够按照本宫所说的去做，本宫就能再次用你。退下吧。娘娘，七巧之错悔不当初，不应该贪念太深，做了对不起娘娘的事。七巧愿意一辈子为娘娘做牛做马，是我所犯之罪，望娘娘网开一面，收留奴婢呀。本宫顾及着小皇子的安全，不能姑息你这种人，给我退下。娘娘，收留奴婢吧。来人，在，把他带走。是。是向贵妃娘娘禀报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说吧。刚刚贤妃宫中的贵良向奴婢报告，七巧到以霞殿求贤妃收留，贤妃开出条件说，如果七巧能在太后面前说出是谁指使她谋害贤妃及腹中皇子的话，贤妃就答应把七巧安置回以霞殿。七巧那贱婢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娘娘，万一七巧真的向太后说出此事的话，奴婢怕。怕什么？本宫进宫之后，
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明明有时才添了灯油，现在又要我娶。这个应月明明知道贵妃娘娘对我不好，还趁机多踹我两脚，分明就是为难我。